是的，是的，是的。一看，肉虾大概多少钱一只？一小一百三一斤嘛。你看多大的了？有大有小，从二斤的、十几斤的都有。酱汁怎么配啊？哎，听好了，我的酱汁就是我自己家里面天天就吃的那种酱汁，就是葱啊、蒜啊、姜啊，放点辣，放点辣椒，放点醋，对，就这么吃的。你以为怎么吃？就这样，如果说你要是里面湿湿的、瘦瘦的，就瘦了，就不肥了。哎哎嘿嘿嘿嘿嘿嘿，剪刀坏了，吃钱了，对啊，我也是屌丝啊，我你不用不好想，太牛逼。有肉。